来吧，我们今天要开箱这个一公尺派对聚宝盒。好了，这个呢应该算是必胜客最新的一个披萨吧，是吧？最新的。我不知道。你不要只顾着吃好不好，小姐？等很久了，要拿剪刀。等一下。啊，废话不多说了，来，好，你剪吧，你剪。你们要到底要干什么东西？那个量具。啊。到底有没有一公尺？他这不是说我画量尺吗？哎呦，一公尺，好，确定了，开吃。别闹了，我要吃了，好不好？来哦，我要准备开箱了。这是秋真的。你别出钱，快点啊！快走！这一个套餐呢，大概1900多块，2000元有找。那这边的披萨有三种口味，这个呢应该是，你确定是地瓜吗？披萨的睾丸。然后这个应该是薯饼吧？是薯饼。你去用番茄酱，快点，用一碗番茄酱过来。因为我想吃。闭嘴！闭嘴！这个呢？这个应该是鸡块吧？不是啊，是鱼排吧？哦，这鱼排哦，对，鳕鱼啦，鱼的造型，鳕鱼排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小姑的小姑的小姑的小鸡鸡，小姑。好了，开动，开动，开动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牛肉的。不要说我对你不好，来，饼皮，给你闻一口。饼皮，好，不要说对你不好，来来，闻一口。哦，好香哦，青椒牛肉，太值了。小姑的，香。我们今天点了一个红果，雪花牛，海鲜。铁板牛肉，这雪花哦，那种拿破，这是给产生吃哦，产生就给你吃。哎呀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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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不要。Nice。你不要那么臭好不好？你这样哪对得起这些这么美味的食物？这是什么的？你没有介绍一下夏威夷哦？夏威夷海鲜虾仁啊，上面有章鱼，还有虾仁，还有一些起司条。哇哦！我也喜欢这种，我最喜欢海鲜了。来哦，你坐下，蹲下来，我要看你吃的特写。哦，1900嘛，好，告诉你。这个也好吃，我要吃饭。好。干嘛？这样你拿东西丢。脸皮好。脸皮好好的。好好吃哦。放屁的啊！脏死你！你正经一点哦。